我们在做的勇敢者的游戏，昨天的废墟，明天的努力，未来的奇迹，我们都能开启属于自己一片天地。模仿别人，这球你要是再进来，不是我要的方式，我输你点。自己认为值得的事，凭着一份坚持，到尽是自以为是，不是我要的姿势。活出一个最好的样子，是我最重要的事。我的理想不只是次第一，我能成为你的唯一。我不需要活在别人眼里，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定义。喝点水，咱们再来。刚才说要输点什么？嗯，输点什么呀？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们。如果你们 A 轮融资失败了，我想让你们带着项目病倒忽悠来，我倾家荡产收编你们。你是开玩笑啊，还是说真的？罗总，你为什么会说我们的融资会失败呢？因为捷讯啊。捷讯是什么？捷讯是一款跟你们一样的语音通讯软件。这款软件被华夏通讯、东方网通列为收费项目，内置在他们售卖的每一个新手机里，捆绑销售，预计年销售额400亿元以上。真的假的？人家都已经快要爬到山顶了，你真的假的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是从哪儿听说的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呢？你也不知道。郭新年，你以前知道吗？我听说过一点。小猫，收拾东西。咱们还有事儿呢。走。行了，咱们改天再约。忽悠，一直欢迎你们，走吧。我接着说，少了又不甘，多了又嫌烦。哪有恰到好处的陪伴？鼓什么掌呢？啊，有什么精彩的也让我听听吧。哎，彭总，您就别往我们这儿扎堆了。没看见我们全都是女孩吗？对呀。我们在听温蒂讲爱情金句。马丁不是男的吗？他不算。她是我们闺蜜，对不对？闺蜜，对。纳兰，你给我好好记着，回头我要出一本《温蒂爱情语录》。温蒂爱情语录排第一的是哪一条呢？你竟然还真的记了？你别抢，别抢我！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，排第一就是这句：天黑就开灯。想念就联系。哇！这是谁呀？值得你又直白又诗意的思念下去，连面子都不顾了。温蒂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哎呀！好了好了，别起哄了，彭总。我又不像纳兰有那么好的福气，那么好的出身，有多少人倒追他都不要。我是小可怜啊，我没人要啊。你还小可怜？
好了好了，大家少吃点吧，咱们一会儿到湖边溜溜，运动运动，减减肥。嗯，为减肥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郭新年，这捷讯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是吧？好，那我去查清楚。就剩咱们仨了，说点实话吧，行吗？我不知道该跟你们怎么说。扯嘞！哎，杨洋。